大家好，我是 Mr. 刘飞，今天我们来看一下珠邦 SBM 的浴室。我这个备份呢是来自MPSM 的格兰丹的，乔王刚的格兰丹的。我们一题题看，我们先看1到20题，就是 Form Four 的部分。OK，就分上下两个 part 啦。第一题，Apakah yang dimaksudkan dengan kedaulatan bagi sebuah negara？我问你，对一个国家来讲，什么是主权？kedaulatan 是主权。OK，所以呢，这边呢是在第一课找的。OK，第一节第一课，第一课呢在第6页这边。OK，就我每一题我会帮大家找一找那个出处在哪里。第6课的话，那么给到了蛋，给到蛋就是这个kekuasaan tertinggi。OK，kekuasaan tertinggi，所以答案是boy。OK，第一题 boy，这个是在第6页。maklumat berikut menunjukkan hubungan yang terjalin antara Kesultanan Melayu Melaka dengan Kerajaan Dinasti Ming. 好，马六甲王朝跟明朝的关系。Kerajaan Dinasti Ming menghantar Laksamana Cheng Ho sebagai utusan bagi menjalinkan hubungan antara China dan dengan Melaka. 就明朝呢，他派遣了这个郑和 Cheng Ho 作为使者来维护中国跟马六甲的关系。好，然后呢，这个关系有什么影响？各善有什么影响？对马六甲有什么影响？这个是第一课的。OK，这个呢也是在第六页，我们看第六页这边同一个这边讲到了，看到吗？明朝呢，明朝派郑和呢来马六甲呢，然后呢影响的就是明朝承认马六甲，或者是马六甲呢被明朝承认，the istilah oleh kerajaan dinasti Ming，所以呢这个是它的 kesan，所以呢就 mendapatkan pen istilahan 就得到。承认，OK，好，第三呢，有一幅图片哈，这幅图片呢，你一定要懂是谁，OK，Tokoh Sejarawan negara 就是一个国家大人物，Apakah tokoh tersebut berkaitan dengan nasionalisme？这个大人物呢，跟 nasionalisme 有什么关系？OK，跟民族主义有什么关系？OK，民族主义呢是在第二课的 Bab Dua Form Four Bab Dua，好，所以它。在大概22页，Bab Dua，我们直接跳去 Bab Dua，所以呢，每一个 Bab 呢，大概有2期这样子啦。OK，好，22页，好，再下一点，是第几页这边21、22，哎，看到吗？这个，所以呢，这一个大人物就是 Dato' Ong Jaffar，OK，记起来。Dato' Ong Jaffar 一定要认得出他们的这大人物的样子。好，这位大人物他讲过什么？Dato' Ong Jaffar 他讲什么？跟民族主义的关系，民族主义有关系的，他讲的名句是哪一句？OK，好，这个呢要从找出来。一个 hendak menjahilkan seluruh bangsa lebih tegak dan kuat。OK，这个呢是他的名句，就是呢产生一个强大的。民族就是民族主义，文章就刚说都帮色阳光，OK，这个在第22页。下一个，这个第七题它这边乱了啊，我先跳第4题先。This is Doctor Brigo Mainga Pranaya Penting dalam membangkitkan semangat nasionalisme di dalam mereka pada abad ke-20。在24世纪的时候呢，有2位马来民族主义者，他人讲啊，他。激发了本土的民族主义的思想。OK，我们帮给干什么啊？Nationalism 的那么来有，Harun Amirrashid 和 Abdul Rahim Karzai。So 他们用什么方式来？用什么方式来激发？OK，用什么方式来激起了本地的民族主义的精神？OK，哪一个？一二三四。这个呢是在也在第二课。第二课的话呢，就是早期的话呢，他们呢就肯定是不会有政党了。因为早期嘛，就可以割掉。然后呢，对抗殖民者呢，这个是在 Form Three 读到的，所以 Form Four 呢，就比较少。所以呢，A 跟 C 我们来看一看。好，这一课呢是在第34页。好，这边34页就是本土的民族主义。OK，nationalism 点哪个给的？OK，34页。好。虽然有很多很多一些民族主义的名字呢，真的是要好好的背下来。好，这边看到吗？
Harun Aminur Rashid， 那就 Abdul Rahim Kajai。好，所以这两位民族主义者呢，他们用的是本质上 creative， 他们是通过写作的方式来激发本土的民族主义，所以答案是 A。啊，这个呢是在第34页。好，by mereka produce dekat peredaran tulisan-tulisan yang berkaitan dengan agama Islam dalam kalangan masyarakat Melayu. OK， 好。英国呢如何限制马来社会的那些有关系到伊斯兰教的一些写作？为什么呢？因为呢，英国呢他们担心啊，马来社会里面呢开始有民族主义的思潮啊，来对抗英国人。用什么方式来限制呢？好，就是在第三课巴迪格。好，第五题呢是在巴迪格了。好，所以呢 ，OK，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呢是在巴迪格的第52页。OK， 52页。好，巴迪格呢是有关系到世界大战的。好，这边巴。好，这边是巴52 ，OK， 看到吗？早期的民族主义思想。好，所以你看啊，英国呢，它为了控制来自中东的伊斯兰教的那些运动，那个叫 Islam， 包括来土耳其跟埃及的，所以呢，他就推出了这个，看到吗 ？Enactment undang-undang Islam， 就是为了确保如果谁私自的印啊、传那些跟宗教有关系那些读物、那些刊物呢，没有得到英国批准的话，没有得到苏丹的批准的话呢，将会坐监牢。OK， 所以呢，这个呢就是英国的一个打压。伊斯兰运动的一个方式，所以是memperkenalkan enactment undang-undang Islam。OK， 这个呢是在第52页。好，第六课不，第六题在第三课也是。好 ，faktor meletus perang dunia kedua。OK， 二战爆发的原因。OK， 二战的原因。好，首先呢，基本上我们看啊，一二三四啊。第四肯定错的 ，anggota 什么没有讲到，所以是错。好，一二三 ，kebanyakan kuasa besar di Eropa 呢，就是欧洲势力的崛起。好，这个呢其实是一战，这个呢是跟一战关系的。OK， 所以呢三个是错的话呢，可能答案是一跟二。好，为了确定一下呢，我们来看一下课本。OK， 好，每题呢我都会找课本的那个 reference 给大家参考。好，这一课呢是在58跟59页。好，一战跟二战 ，OK， 二战的原因啊，看到吗 ？Factor， 第一个 ，Gemuncul ideologi baharu， 新的思想，比如法西斯主义，还有纳粹主义 ，OK， Nazism 啊，所以这个第一个有 ，OK， 啊，第二个原因呢是不满意这个 Berjanjian besar，OK，、okay? 啊 ，besar， 他们反对或者他们对这个凡尔赛条约呢？这个本杰明·伯塞呢，非常的不满意，于是德国 ，OK， 好，第三个呢是Gagalan Liga Bangsa-Bangsa， 就是国联的失败，因为这国联呢它不能阻止战争，所以呢这个就是第二个的，看到吗？所以答案是一跟二 ，OK A， 所以呢这个呢是在58跟59页。好，第七题在上面啊，这边啊，我们 Apakah British Military Administration mengarahkan MPAJA menyerahkan senjata kepadanya pada 1 Disember 1945。好，就是呢，这个是在第十课，光复的第十课。好，这个英国军政府呢，为什么他下令这个 MPAJA 呢？是马来亚人民抗日军。OK， 其实这个就是马共的一个分支来的，叫他们呢投降，叫他们交出武器，就二战一结束，叫他们交出武器。好，为什么呢 ？OK， 好，当然。什么？们 no 那个不加入来，就肯定错了，拒绝人民的信任。OK， 好 ，A、C、D， 我们看一下。好，这是第四课。好，这个呢在94页。好，94页。好，在后面减减94。好，这边。好，说二战结束，英国人就回来了，说他就要求。看到吗？要求解散 MPAJA， 然后呢，全部武器呢一定要交出来。为什么呢？就是 untuk memulihkan keamanan dan kestabilan， 就为了恢复和平。毕竟呢，如果这些抗日军啊，这武装部队他们
不加入武器的话呢，这样子的话呢，英国人就很难控制整个马来半岛了。所以呢，这个就是为了恢复和平。OK，所以呢，这个是在第九的事业。好，第八，Raja berikut merupakan cara bantahan Raja Melayu terhadap Malayan Union。好，这个呢是马来王族反对这个马来联合联邦的联 Union 的方法。OK，什么方法？OK，好，所、so, 以这边呢，在第四课101页。OK，这个呢是反对 Malaysia Union 的方法。OK，很多很多方法啊，有签名运动啊，有大集会啊。OK，有然后呢上法庭啊。好，这边101页看到吗？这边两个，一个呢是什么？提成那个 Congress 呢有马来人大集会，然后这个呢是在 Hotel Station 呢有一个集会。OK，有一个。什么一个 Perhimpunan，OK，一个大集会，好，所以呢，看到吗？这个 Station Hotel，然后呢，蒙斯巴干 Resolusi Congress Melayu，就是呢，马来人大集会，所以呢，这个呢就是杯葛那个总督，马来联邦的总督 Governor Malaysia Union 的就任典礼，他们 boycott，OK，他们就在这个 hotel 呢举行集会，好，所以答案是。Memula pelantikan gubernur. Okay. Jadi kita 101 ya. Yeah. Arti jauh, apakah malama berjuang nasionalis Melayu ketika semasa berjuang memperjuangkan merdeka? Oh, 这些马来激进民族主义，OK, radical 呢是激进啊，就是比较前进的，就是比较有点极端的，OK, 就他们比较敢冲上前面的，就是激进 radical。好，他们的斗争的目标，马本专案是什么？OK，当他们为独立争取斗争的时候呢，他们的目标是什么？好，这个呢是在下一课了，129页。好，120。OK，这个 Sumbangan Nasionalis Melayu Radikal，他们的贡献呢？OK。好，他们的目标是什么？看到吗？他们本专就是 membebaskan tanah air daripada penjajahan。OK，就是 membebaskan tanah air，就是呢，争取祖国的独立。membebaskan tanah air。OK，祖国的独立。好，这个呢是在129页。好，来第十。好，这个也是第五课的啊。Maklumat berikut berkaitan dengan perlembagaan dihasilkan oleh AMC Jaya dan Putra untuk menggantikan Persekutuan Melayu. 好，AMC 跟 Putra 呢，他们是个联盟，他们推出了这个 Perlembagaan Rakyat 1947年，就是人民宪法。好，在人民宪法里面呢，到底讲些什么呢？有哪一个桥段在里面的？OK，这个我们看回去，第五课这边，看到吗？桥段 Putra AMCJ，好，这个是 Perlembagaan 很多，1到10，好，主要呢有几个啦，比如第一个。马来半岛要跟新加坡统一起来，变成一个 entity，变成一个单位样子。啊，所以呢，这么一个错了的。第二性干沙拉，马来半岛跟新加坡分开是错的。好，还有吗？不要半岛的马来跟Indonesia，印尼跟马来半岛结合有吗？啊，没有讲到，所以这个是错。好，巴士马来又是八个巴士跟邦沙岸，国语成为。马来语成为国语有没有？看到吗？有吗？这边好像，OK，它的哇哥呢？嘎啦，所以呢，这边我们看一下哦，这边 AMCJA，和 Putra，好，这边讲到 OK，马来文的地位，这边有没有？OK，Shalat kewarganegaraan perlu diketatkan，就是什么公民权呢？一定要严格，一定要严格，有严格吗？OK，看一下啊，第一期呢，看到吗？马来文呢要称为巴士格邦沙岸，巴士 Rasmi 啊，有时候太多了啊，意思呢？
看到会的眼花缭乱。肯定是有啊，马来文一定要称为国语，所以呢，答案就是 A 了咯，不用看了。这个呢，你不大概呢没有提到，OK，他们没有讲要限制，要把那个公民权呢变得更严格，没有，他这边反而是讲，看到吗？公民权呢一视同仁，全部只要把马来半岛呢当做是自己的家园，登报、登高、登大，以及有效忠那个斯里案呢。都可以做公民，所以呢，不管你什么人种呢，华人、印度人、马来人啊，什么人都好，只要你效忠马来半岛，都可以给予公民权，而且这公民权呢，特别都叫做 Melayu。就讲呢，在这个宪法里面呢，华人、印度人呢，他们加入这个公民权呢，他们之后变马来人，所以马来人呢，它变成一个国籍上的名称，而不是种族上的名称。所以呢，这个就是Belambangan Raya 一个比较独特的地方。OK。好，所以我们看回去呢，第十题呢，所以呢这个就错了，所以答案是 A。好，这个呢是在130页。好，我们看下一题，Gambar berikut merupakan tindakan telah dilakukan oleh Parti Komunis Malaya di dalam Melayu。OK，mengapa PKM berdiri sedemikian？好，这个图呢有点模糊了，不可以看到是一辆火车，它出轨了，OK，它翻出轨道外面，OK。好，这个呢在课本是有的，OK，这个是第六课，马共的叛乱那一课。148页，148 Ancaman Komunis 啊，这边148页，看到吗？一模一样的，这个是高清版的，OK，很清楚。火车出轨，然后呢，这警察在外面看。啊，为什么马共呢要制造这些破坏呢？就是为了 Melumpuhkan ekonomi British，就是破坏英国的经济，OK？啊，Melumpuhkan ekonomi British 一模一样的，所以答案是。冬季，所以就在148页。好，下一个也是一样，在第六课，OK，马共的威胁。好，加勒比共和国战争中呢，巴苏干格斯拉马赞扬的戈班达拉们的那个安全嘛，恐怖历史。好，这都是对抗马共的时候呢，死了的军警的人数，OK，大概1000多人死了。好，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OK，好，这边也是可以看到，下一面就是了。OK，这边下两面，好，警察啊，这边一样的军人，好，为什么会死这么多人呢？啊，说马共成功制造这么多破坏事件呢，是因为政府呢无能，各地的乌巴亚安格拉加温多马林东尼格沙拉丹本鲁的啊，所以呢，政府呢就当时呢就可能一团糟，用一个好的方法来压制马共，OK，就是政府无能。哥迪的乌巴亚格拉加案，OK，好，这个呢是在第150页。好，第三节第七课了。Apakah maklumat perjuangan Parti Kebangsaan Melayu PKMM yang dipimpin oleh Dr. Baharudin Yahya Kilmi？好，PKMM 是马来西亚第一个政党，OK，PKMM。好，说它的目标是什么？OK，我们看一下第七课172页，172页。好，再下一点。啊，这边第一个政党看到吗？PKMM。OK，它的目标呢就是Malaman politik untuk menanam semangat kebangsaan dan kerjasama dengan kaum lain bagi membentukkan perpaduan，就是民族主义呢可以跟其他族群合作啊，为了达到团结，所以就是 kerjasama kaum membentuk perpaduan。OK，答案是 A。OK，所以这个是172页。好，System Ali，好，System Ali 会员制，会员制呢，就是本刚刚 System Ali 的 member 的 April 1951年呢，他们推出这个会员制啊，会员制呢就是独立前的一个内阁制啊。好，为什么推这个内阁制呢？这个会员制呢？啊，这个呢，我们要看到去第179页啊，179。看到吗？System Ali 整个7.3都讲 System Ali 的。好，它的目的是什么？OK，它的目的呢？178。OK，其实这边他没讲到目的了。它目的其实有几个目的呢，就是要让本地人能够有机会啊管理新政，看到吗？OK，可是 A、B、C、D 没有啊。A 呢是培养种族间的团结，B 呢加强政治的控制，C 呢是。引用西方的行政制度
第一呢，提高马来人的经济。OK， 这个经济肯定错了，因为这不关经济了，这个是本答必然的。所以这三个呢，都有可能是答案。好，我们继续看一下有没有讲到它的原因。OK， 哥本丁案啊，这边重要性。OK， 就是一个自治的一个训练的方式了。OK， 就是berdasarkan kepada penduduk mentapi menuju kerajaan. OK， proses memumpuk perpaduan kaum， 就是呢培养族群间的团结，因为呢 sistem ahli 里面呢都是各族的领袖。OK， 代表各族的能够团结在一起管理国家，所以答案是 memumpuk perpaduan kaum。OK， 这个呢是在179页。OK。好，所以这个在下一课了。Di Sarawak pilihan raya tempatan yang pertama diadakan pada tahun 1956. Kenapa ini pilihan raya tersebut diadakan? 好，第一次选举呢是在1956年在 Sarawak。为什么会举行这一次的选举呢 ？OK， 这个在203页。OK， 这个呢在第八课了。好，203页 Sarawak 选举。啊，为什么呢？要让沙拉瓦有选举呢？主要目的呢是，啊，看到吗？第二个干什么？要本身让阿瓦跟阿拉伯格拉加安森迪瑞，就是为自治做好准备。OK， 啊，为自治做好准备，伯格拉加安森迪瑞，所以呢是 C。专门选举的目的就是做好准备，迈向自治的道路。好，第十六课，好。Gambar berikut merupakan ahli kabinet kerajaan persekutuan tahun 1955. OK， 1955年的内阁，这个照片是内阁，这个第一届内阁。好，第一届内阁呢为什么这么重要 ？OK， 为什么这么重要？好，这个呢是在207页。好，207看到吗？207页。啊，一模一样的这个照片。OK， 马来西亚的第一个内阁 kabinet pertama。好。OK， 好，为什么呢？为什么是重要呢？嘎嘣安波巴蒂 politic， 这个不是最重要啊，这个不最重要。虽然里面的政党是马华乌统国大党 ，OK， 就北加旦三大政党，不过呢，这个不是最重要的。OK， 那个是政治，那个是属于的是政党合作，是属于团结的。而这个内阁呢，他除了政党合作之外呢，他也包括三大民族的互相的。compromise， 互相妥协。好，所以呢，首先东西错了，就讲呢，这个最高专员的权力提升那是错的 ，OK， 反而是下降 ，OK， 他的权力呢下放给本地人。好，王权的稳固呢也不对了 ，OK， 这跟王权没关系。好 ，A 跟 B 呢 ，A 呢是表面 ，B 呢是它的核心，这边有答案了，看到吗？不第一个 kabinet pertama berjaya mewujudkan kompromi antar kaum 啊，这边虽然它是一个。问题了，不过呢，它其实就是要答来的，就是那个第一个那个呢，成功达到种族间的妥协，所以答案是 B。OK， 207页。好，18呢，第十七节是第九课了。berikut maklumat berikut berkaitan dengan pembentukan seluruh daerah red di tanah Melayu. Mendapat persetujuan daripada raja-raja Melayu di London pada 8 March 1956. 好，三月八号呢，1956年呢。就是得到了这些马来王族的认同，成立了这个苏鲁汉加的 RED。啊，这个 RED 呢是干嘛的？是做什么的 ？OK， 这个呢在220页有讲到。OK， 这个苏鲁汉加的 RED 呢，它其实是负责宪法。OK， 220页，这边下面一点。啊，这边也叫做苏鲁汉加的本伦巴干，不是个大拉马来语。OK， 它是。Suruhanjaya Red 就是负责呢草拟宪法 ，membincangkan menyusun merancangkan perlembagaan persekutuan tanah Melayu，OK， 啊就是 merancang perlembagaan 草拟宪法，就是要负责制定那个宪法，草拟宪法，所以答案是 C， 这边在220页 ，OK， 好，第十八课也是第九单元的啊，第十八题也是第九单元的。MCN adalah mengemukakan tuntutan dalam pendidikan Melayu memorandum kepada persatuan dan perlembagaan persekutuan tanah Melayu. Apakah tuntutan tersebut? 啊，就讲来马华公会呢，他提出一个跟教育有关系的一个备忘录。OK， 就是给这个宪法草拟委员会呢，
马华呢给了一些建议，到底是什么建议 ？OK， 好，通常马华呢就是跟华人有关系啦，所以你们可以看到这边有几个呢 ，C 肯定错的，这跟马华跟华人没有关系。好 ，A、B、C 呢都看起来对 ，OK， Menuliskan Sekolah Menulis 就是呢维持多元流华小，包括维持多元流小学，包括华小 ，OK， 这看起来对，捍卫华人的权利也看起来对。OK， 把公民权放宽。OK， 主要是华人公民权也看起来对。不过呢，我们要找出最对的。OK， 在这边222页啊，马华的 memorandum。OK， 所以呢，马华呢还要求全部的源流小学呢能够维持下去 ，diteruskan。所以呢，答案是 A。所以这个 B 太模糊了，华人权利是什么？太模糊。所以 A 跟 B 呢，其实呢很接近的，只是 A 呢是明确答案。OK， 所以这个在222页。好，来最后一课了。Gambar berikut berkaitan dengan titik yang bersejarah yang berlaku pada 30 Ogos 1957 di negara kita。好，这个很萌啊，其实它这个呢，它是下把英国国旗降下，再把马来西亚国旗升上去。好，到底有什么依赖 ？OK， 这个呢，其实呢是很容易的题目啊，送分了。好，就是我国独立，独立呢肯定是光荣的啊，没有人觉得不光荣。所以一肯定对啊，二跟四啊，多拉西呢是容忍，互相容忍 ，OK， 然后呢，主要是诚实，不是感恩，所以呢，我们排除三的话呢，是二跟四呢，到底独立让我们学到什么？容忍呢，还是感恩 ？OK， 互相族群的容忍，还是要感恩独立这一课 ？OK， 其实呢，课本呢很难找，这个其实没有什么答案的，不过呢，我还是有找到了 ，OK。好，OK， 这个是238页，这个图在238页的这边这个图。好，可是里面没有讲到什么 Nilai 了，它这个只是讲了整个独立日啊的那个庆典的过程，这边的 Nilai。好，你可以看到第245页下面这边，它给一个总结。Oleh sebab itu sebagai warga negara kita seharusnya bersyukur 啊，bersyukur 感恩。dengan lima kemerdekaan yang dicapai pada hari ini，所以呢答案是 bersyukur， 所以呢答案是一跟四，所以这边呢是在245页啊 ，OK， 不过这个呢算是一个common sense 题目了。好，第20 ，apakah langkah yang diambil oleh pemimpin tempatan dalam menangani kesan kemerdekaan peringkat antara bangsa？ 啊，本地领袖呢如何解决国际课题 ？OK， 就是我们独立了过后呢，如何解决跟国际有关的课题的后果？啊，就我们如何在外交上让马来西亚呢，马来西亚独立过呢？我们的领袖如何去维护啊，我们国际上的一些课题？好，其实这个呢是在第243页这边啊，这个安德烈邦瑟一模一样的，整个大标题 Bring 安德烈邦瑟。好，这边有讲了很多方式，OK，比如加入联合国啊，国防，然后呢，共和联邦啊，不能。他主要问的是一个大概如何解决这些影响，就是跟外国加强友好关系。哎，我们把它填满了，你把国国汉哥们圈乱，就是呢加强外交部的跟外国的关系。OK， 那派了很多那些外交大使，比如丹斯、马曼嘎扎、阿卡西或者伊斯曼杜拉曼。OK， 这都是为了维护其他国家的外交关系。所以呢，答案就是 Donkey 这边在243页。好，一到20题呢是关系到 Form Four 的，所以今天先讲这边先。所以呢，下一题呢我会讲到21到40题有关 Form Five 的 syllabus，所以我们下次见。OK，Bye。